Hello，Hello，hello， 安安。奇怪。应该正常吧。好，今天继续来玩《贝欧尼塔起源》，然后现在应该是进行到，就是要去找第二个元素，应该会是土吧，我在猜。是不是在偷吃鸡排？没有啦，刚吹一下头发。哦，今天有够热的，快疯了，根本夏天。今天上班我根本连外套都没带。我想想看，哎，上次这上面好像应该有解过了。哦，对对对对，前面有怪，呵呵，先不要，今天继续前进吧。又一个，而且它在一个好大的场地中间，感觉这边就是会发生一点什么事。哎，被吊起来了，哎，哈哈。叫做什么人魂哦？什么火车？啊？屁啦！他们会飞？这是什么登场方式吗？其实小柴猫这个颜色看久了，感觉挺健康的。一开始觉得它的就是脸变得有点非主流的感觉。哇，这一个肚子好胖哦！它头上好多钉子。这位是大丁丁，这个还行还行，他兴趣是打扫，哎，是一位心思细腻的人魂，能注意到每个小细节，但是他太过讲求细节，还会要求别人也一起要做到和他一样好，导致和他一起打扫的人的人魂都吃尽苦头。OK。好像有说他什么在努力减肥。
所以他们刚刚坐的，他们刚刚搭的那些火车要干嘛？有用吗？哎，有哎，在这里哎，所以这要干嘛？它上面有按钮哎，是要干嘛？我先存档，感觉应该是有什么用吧。哎 ，Patrick 安安，哇，第六个月，时间如此之快，感谢感谢。哎，哦，两边楼梯是不通的，那我，那上面的按钮要干嘛？哎。不能拖，什么？什么？嗯？然后要干嘛？感觉应该是要干嘛，但是我猜这边的可能没用。那去另一边的。我本来想说，感觉这周末可以来洗一下厚的被子，然后看一下啊，下周又会变冷，可恶。这里面的收集要素啊，其实认真收集都很够，因为它会一直重生嘛，好像重新存档还怎么样，它其实那些可以收集的都会再跑出来。什么意思啊？所以是要解这个是不是？可是我要怎么到另一边啊？我知道了，这个要先把它拖到后面的平台，对吧？小柴猫有点胖，还有几天应该晒得干吧？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打算就是拿到附近的那个自助洗衣店，然后去洗加烘干这样子。哦，自从我第一次踏进，就我搬到这边之后，我踏进那个自助洗衣店，然后使用那个烘衣功能，我觉得太方便了。就洗完，整个弄完，直接可以收起来，就直接可以折一折，拿回家就收起来了。但是含洗的话有点贵啦，我不可能每个礼拜都这样弄，所以我觉得就烘就好了。六分钟十块钱，我大概我觉得烘个12或18分钟就差不多。哦，不够不够。诶，上不去。哦，可以。啊，小柴猫。哇，三品呢？三品药剂。其实我不知道它药剂的上限是几品。
目前看起来我所有的药剂都五瓶，注意一下还会不会再增加。上面有一只好像会电人的怪，他这个游戏的解谜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难度了，等于就是稍微跑一下程序，没有到非常的烧脑。这么短高温吗？对啊，哈，有一个被吊在气球上，他好像可以选，就是什么低温烘干，就一般低温，然后还有什么毛毯哦，毛毯我不知道是怎样，会烘的特别大力吗？反正我就是用一般啦。现在好像基本上新的都会用洗脱烘了。什么？这个去小子，我看不出他这是长什么样子，料理爱好家，他会用华丽的厨艺把森林里采集的食材做成美味可口的料理，所以人魂都很重视他。哇，他从小就不断追求新滋味，所以在踏入阿瓦隆森林寻找未知食材才会被抓起来。你都用低温哦，其实低温比较好啦，对衣服比较没那么伤啊，因为时间一样嘛，要花一样的钱，但是要烘比较久，所以我就想说，就低温需要的时间比较久。啊，反正我的衣服其实也不是什么很贵重的东西啦，就是简单的 T 恤嘛，而且就是一直重复穿，所以。也还好啦，我就想说就随便烘烘就好了。像一般那种比较不是棉的材质，就是它如果它是稍微有一点那种光滑面那种，我就不会拿去烘，就是窗台晾一晾这样子。等一下，我有点怕这种东西。等一下啦，不要过来啦，靠靠靠，应该没事了吧。我现在视角看不到，我现在在下面。等一下，屁啦，他怎么跟下来了？我想说下去就没事了。等一下啦，啊靠，好恐怖哦！等一下啊，小陈，靠，我有点怕这种东西，先不要，先不要，小柴猫快 ，Help me！可恶，被小柴猫笑了。布料比较少，汤马是小火车，听起来有点阴影。
我其实没看过那个哎、欸，虽然说知道有这个卡通，但是我对车就没什么兴趣。吓了一跳，我刚在讲什么？我刚好像没有讲什么，就是烘衣服。所以我应该要回头看看吧，是吗？回头该不会火车又出现吧？我现在有点阴影呢、欸。等一下，为什么？所以这边我应该要再寻找那个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我刚吓一跳，然后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我现在脑袋浆糊。哎、欸，又出来了。哎，安安。哎、欸，啊，出口的滴答，出口嘞？啊，这边，看到了。叫什么什么什么娜什么诺的，提尔纳诺。我刚惊吓一下，我现在真的不记得，靠！所以说做人要，对啦，提尔纳诺，做人要随时保持冷静。一惊慌，原本可以做得好的事都会做不好，失控的妖域。唉，我先喝口水。靠，刚刚那个小火车太惊悚了。好，啊靠，又来了，等一下，先不要，呵呵，啊！对，小柴猫，啊！等一下，靠！不能这样啦！哎，这种的，我真的觉得有点，就是很巨大的东西，我觉得有点恐怖。像以前那个，惨了，我现在要讲什么，我现在又不记得了。以前那个，等一下，各位姊妹，什么意思？等一下，我刚要讲什么？那个以前那个天空之城啊，那个巨神兵吗？还是？等一下，我现在没办法讲话。这是要干嘛？就是那个女主角刚刚到天空之城，然后不是有那个很大的、手脚很长的那个机器人吗？我靠！我小时候看到那边吓死哎、欸，吓烂。它虽然是好的，但是就是我不知道哎、欸，就是对那特别有恐惧感。哦，我刚一时间想不出我要讲什么。等一下啦，又来，先不要啊！等一下，两边啊，小柴猫那边为什么比较大？等一下啊啊！可以。巨物恐惧，我不知道哎、欸，就会觉得很慌。那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机器人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类似人类，但是他手脚很长，然后他的脸就是又是机器的样子，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恐怖谷吧。反正小的时候真的是吓烂，后来长大看当然就觉得没什么，而且他是好的，就他是要帮助女主角。哇，我今天现在才开始不到半小时，我现在觉得有点累。是说我现在换了一个外接荧幕，就我不是用电视，因为现在租的这个地方的电视稍微旧了一点，2007年的，然后它的颜色偏黄，偏很黄，所以我就换了一个外接萤幕，然后外接萤幕比较小，所以刚刚那个很迷幻的那一个漩涡看起来我就不会晕了，因为之前整个很大的电视萤幕我看了就觉得头很昏。嗯，我现在是要干嘛呢？我现在应该要先回头探索一下前面的路。这边有溜滑梯耶，这是要去哪？欸？好像这边是前面的路，那我应该要先回头。欸，下面有一个那个什么地炼狱果实，这个要怎么？这感觉应该要有新的技能，感觉要有新的技能才能用。这个 BGM 为什么听起来那么的轻松？刚刚明明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那颗哦？我想说为什么在空中？欸，而且我现在回不去，对不对？因为中间本来有一个那个狗尾草，就是可以弹到前面，现在没有的样子。而且现在视角也不给我看比较距离镜头比较近的那一边。感觉这个游戏好像就是这样，就是你到一个阶段，它比较前面的部分不会让你一直回去。
哎，我不喜欢马戏团，有够恐怖的。但我小时候去看马戏团，我忘记是不是太阳马戏团，还是就是一般的。我觉得就很开心啊。到这里了。哎，然后呢？为什么又要下去？哎，不是走这里吗？狼的脚印是往这儿啊。哎，还是往前？看起来应该要往上吧，这边没路啊。记得小时候我妈带我去马戏团，有特别说明里面的动物很可怜，但是没人去看的话动物会更可怜。哇，你妈说的好有道理哦。好像是耶。啊，监视哨塔，这是干嘛？哦，回忆书签。大きな大きな妖精の塔、何やら奇妙な乗り物も走り回っています。妖精たちの醜い心を映し出したかのような創造しさにセレッサは気がめいります。现在只找到两个，我猜中间应该我有漏掉。那现在又要继续前进。欸，等一下。哦，他从很远的地方。所以这边可以稍微闪一下。叮叮，刚有一个大叮叮耶。他们是兄弟吗？刚刚的大叮叮到哪去了？一只铁锤中，个性死脑筋。只要破坏规矩，他都会毫不留情的斥责，所以同伴都把他当作可怕的风纪股长。以前风纪股长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就是又要对同学凶，
然后别人又会觉得，哦，你好像就是有这个管人的权利，就好像很了不起一样。OK， 到了比较前面的地方。西式天才阿马丹杜布，不知道是谁。嗯，本马戏团非常欢迎人类，什么意思？是要绕到刚刚下面的地方吗？哦哦哦，等一下，观察一下，这边是那一辆火车的终点吗？是，好哦。哎，小柴猫一阵子就会趴下来睡觉，哎，好没有干净哦。妖精王国史二，哎，我没有拿到，哦，我有拿到一。红炎王的妖精，红焰王吧，他有压倒性的巨大身躯与臂力，还有擅长操纵火焰法术。哦，然后他陆续侵略和并吞周围的国家，统一了阿瓦隆森林。但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暴君吧。等一下，跷跷板另一边是那个，就是结界的里面。可恶！Yeah.
收集到蛮多升级的素材，但是没有魔女之家啊。雅雅，雅雅，哎，雅雅是不是跑了？说是这边的雅雅都有蛀牙，因为喜欢吃金平糖，笑死！那个设定有够细的。看一下小柴猫的技能，好像要魔女之家那边才能看欸，有一点忘记他技能怎么使用出来。哎，三个人魂要把他们送去哪里啊？哎，是说那个怪的屁屁有点性感，为什么？为什么？他怎么看起来像穿的像那个？哎，为什么？好，追上去。好，前进。唉，果然又是结界里面，应该就是往前吧。又要去解提尔纳诺。还在思考礼拜六的补班到底要不要请假，每天都在烦恼这件事。算了，还是认真上班好了。最近的事情也有一点多，其实稍微有点进度，现在稍微有点慢。之前可以请，因为就事情没那么多。好吧，说服自己乖乖上班。请先不要了，我剩七天，我的年假，带薪年假剩七天。等一下，可恶，小柴猫没躲过，好克制。因为现在才三月啊，我的年假要用到年底耶。然后后面还有六月跟九月，六月跟九月还有各一天的补班。而且说真的，上班也是蛮开心的啦。就听同事在那边讲干话。哦，他跟我走，我想说他怎么没消失？他的脸上插着两个钉子，有点恐怖欸。啊，他帮我打开。因为如果早早的把年假请掉，那我之后如果还要再请假就要开始扣钱。那因为我最近换电脑，我最近要换电脑，电脑明天好像就会到了，那花了很多钱，所以还是乖乖的上班吧。诶，他跑去前面，他干嘛？哦，好，他在那边等我耶，好可爱哦，乖乖的。这边小柴猫应该是过不去。
魔除けの花だものね。あんたは無理して来なくていいわよ。哦，还有别人，别的人魂，忍一下，后面还有好多游戏可以请，真的。五月应该会请吧？你看这样就扣一天，然后就剩六天。那如果后面两次补班想请，就只剩四天。与人魂一起前进。他受到攻击就会消失哦。守护人魂。那前提是不能有会攻击的东西啊。4月4号那个霍格华兹 PS4 版的会出来，这个应该不用请吧，因为春假是4月1号到4月5号，只是游戏玩不玩，现在已经有两个在进行中，天哪啊，这怎么办？哦，这个下去就 BBQ 了呢。我天哪，这个火力有点猛。嗯，前面有那个啊，那要请人魂开门是吧？是吧？而且没修完，最后可以换成浅浅呢。哎，这个会唱歌哎。虽然说其实我基本上我每年都会把假请完，就对雇主来讲，他当然没有想要去额外付你那个你没有请完的假，他当然是希望你可以休掉啦。那我是觉得就劳逸结合吧，所以有可以请我就请。先请他帮我开旁边的门，拜托他不要烧到哦。哎，他不会帮我开，为什么？好吧。要三只是不是？哦，它有三个座位，这也太可爱了。所以刚刚左边那个门也要三个。哎嘿，得意的嘞。啊，请大家帮我来开个门，你们三个跟紧一点啊。欸，最后一个，有一个动作好像比较慢，是比较胖的吗？Go go go！ 我发现我的药水没有增加了，所以它的上限就是5。好哦，
可用道具，我有点忘记，上我记得上是补血，下好像是攻击敌人的，左右我就忘了，左边应该是补魔的吧，右边是干嘛我不记得。感觉可以打怪的时候来用一下。这个稍微有点困难呢。欸，他很贴心耶，他地上会有那个反，像是反光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视觉上会有一点抓不准那个距离，他如果地上有一个可以参考的线就会比较方便。是不是他测试的时候发现有人都抓不准那个距离？到了一个看起来要打怪的地方。哦，天哪，来了一个看起来不好惹的。哇，他的铠甲好帅哦，他叫哥哥马哥，哥哥马哥，他为什么不叫哥哥哥哥？他会冲锋，等一下他冲到哪去了？用一下药水。开心。みんな無事でよかったわ。ちょっと手こずっちゃったけど。小柴猫又一脸鄙视。チェシャに助けられてばかりだったことに悔しい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でした。一方のチェシャは喜ぶ人玉たちを興味なさそうに眺めています。因为他觉得这样就拖累他回家的进度。あんなものを助けて何になる？チェシャは呆れたように言いました。傻眼。みんなあんなに喜んでるじゃない。これでコルムもあの子たちもまた一緒に暮らせるのよ。他人がどうなろうと関係ない。
拙者はぶっきらぼうに言い返します。何言ってるの？それじゃ放っておいても平気なの？我觉得恶魔可能忍心吧。あんただって大切な人と引き裂かれる苦しみが。そう言いかけてセレッサははっと気づきました。そっか、私があんたをこっちに呼び出しちゃったんだよね。对。俺はまだ生まれたばかり、大切なものなどないし欲しくもない。チェシャは涼しい顔で答えます。事不关己。生まれたばかりだったの？それじゃあんたは。生まれたばかりでも俺はお前よりずっと強い。セレッサの言葉を遮ってチェシャはバカにしたように笑いました。力量是他唯一自豪的地方，就他值得自豪的地方。私だってすぐに強くなるわよ。野蛮な悪魔とは違うんだから。ええ、人身攻击。私が強かったら、あの時マミーのことを。そうつぶやくセレッサの頭に浮かんだのは、救えなかった母親の姿でした。哦，你买了乌尔波札的手办哦，赞呢！他真的是非常帅气的角色。为什么有一个总是跑得很慢呢、啊？而且还绕来绕去。迷路。诶，他们会上来吗？okay. 诶，会耶，屁啦，这个高度跟他们身高一样高好吗？比他们，诶，有啦，跟他身高差不多高，叫他上得去。下来哦。出来了，为什么倒在地上？大家在开趴啊。ありがとうお姉ちゃん。すっかり元気を取り戻したコルムは、仲間たちを助けてくれたお礼がしたいと言いました。ついてきて。看起来是可以上去吧，因为那边有一个溜滑梯。OK。
小时候的贝姐好单纯哦，好容易满足哦，就拿到东西她都会很开心。长大后的贝姐充满了欲望，但是也很赞。这边不知道怎么上去，还是我之前，这应该不能上去吧？不行，会掉下来。然后我觉得真德好像就个性看起来好像从小到大没什么变欸，就是一直都是很强势的那一种哦。刚刚找到的那三个，一个是丁丁眼，所以我就说他脸上插着两根钉子有点恐怖。体重和妈妈做的苹果派差不多，身高和故乡公园里的雕像差不多，不，雕像也分很多种吧。个性我行我素，圆圆，哇，居然有眼镜属性的人魂，天真无邪又有朝气的男孩，他极度热爱唱歌啊！刚刚有一个把他救下来之后，他在那边哼歌的。超可爱的纸箱仔，内向消极，喜欢捉迷藏。哦，看得出来。现在要 follow 他们的脚步。感觉他们在玩呢。嗨 ，Kevin 安安。コルム、あなた小さいのに歩くのがとても早いのね。あなたに会うまで人玉が本当にいるなんて思ってもいなかったわ。现在这个感觉应该现在还不能解吧？这个碰到应该会损血。嗯，看起来是不行。喂，哦，好，等一下，好长。まだまだ子供です。年轻的贝姐，以后就不会有这种时候了。哦，爽快呀、啊！那真是个长到不行的溜滑梯，光是回想起来就觉得屁股发热，真的。哎、欸，这个笔记长得怎么好像颜色有点不一样？不是都黄的吗？某个妖精的研究记录，哎，七前面都没有，直接拿到第七个，统治及一连串的取舍选择。既然不可兼得，势必得有所舍弃。若这亦是伟大王者的责任与义务，本王将因舍弃之物统整如下。怎么有一种 ChatGPT 的感觉？帮你列出几点这样。诸多不幸故障的装置，淡然无味的人魂。哦，他是说要舍弃的哎。古代遗物，无能的低贱妖精啊。此等对本王本妖精王国毫无贡献之物，就应进行处分，从视线范围内移除。本王将于妖精乐园之塔附近设置废物集中处，并昭告天下所有国民，即刻起彻底清除废物。不过每次前往丢弃废物实在麻烦，所以在塔下设置溜滑梯，将废物丢入如何？原来如此哦，所以那个溜滑梯是废物要做的哎，
傻眼，真是废物通道哎、欸！感觉又很久没看到那只狼了。哦，终于找到魔女之家了。他们爬楼梯的样子很用力。ここは僕たちの秘密基地なんだ。本当は仲間以外には教えちゃダメなんだけど、お姉ちゃんは特別だよ。あれ？一緒にいた猫さんはどこ？下烂。ちょっとチェシャー、コルムが怖がってるじゃない。脅かしちゃダメよ。こんなまずそうなやつに興味はない。チェシャーは涼しい顔で言います。それより用があるなら早く済ませろ。先を急ぎたいチェシャーはそう言ってコルムを睨みつけます。せっかちな猫さん。猫さんへのお礼はあれだよ。哦，他还有另外要送给小柴猫的哎，好好用心哦。哦，看起来好赞哦。なんだそんなことか。チェシャは不機嫌そうに言いながらも早足でかけていきます。他刚刚明明眼睛发亮，好不好？あ、言ってるけど、本当は嬉しいのよ。お姉ちゃん。疲れたでしょ。ここは安全だから少し休むといいよ。言われてみればこの森に来てからずっと頑張ってたし、一休みしようかしら。いろいろありがとね、コルム。うん。他にも困ったことがあったら何でも言ってね。そう言うとコルムは。仲間たちのところへ走っていきました。ん？这不是关他妈妈的地方吗？他是有梦到吗？どうして会えてくれないの？他说的我也一样是一样什么？夢から覚めたセレッサは心の中で何度も少年の言葉を思い出していました。そうするとなんだか胸にポッと明かりが灯ったような温かな気持ちになれるのです。次はいつ？彼の夢を見られるのか。気がつくとセレッサは自分の気持ちを口に出していました。哦。哇，我现在开的地图其实已经绕一大圈了哎。而且它这些地图好不规则哦。
但其实我觉得设计的还不错，感觉又有复杂度，但又不是那种你会迷路到不知道方向的那一种。啊，我来仔细的、认真的看一下小柴猫，它的攻击束缚连击我常用嘛，但是我记得还有一个，最后阶段按下 ZR 可以使出强大范围技，但是我常常使不出来啊。不是有闪光的时候按下去吗？按一下 ZR 吗？偶尔会使出来，但是常常都失败，奇怪。哦，终结技是木之奥义哦，这个我好像没用出来过哎，都是刚刚那个旋风。啊，因为这个还没点，好哦。那，哎，瑟雷莎这个可以学了。现在好像没有新的技能哎，所以暂时都学完了。然后我看一下他的那个药水。要认真的来使用一下，上面的是疗愈药水嘛，左边的是暗影糖浆。哦，它将暂时成为无敌状态哦，所以它不是回魔的，它可以缩短再次使用魔导术的时间，然后它也会变成无敌的状态。那右边那个是恶魔掉喷雾，散发着令恶魔兴奋的香味哦，就是强化小柴猫。那下面那个是直接攻击怪，就是有什么冲击波的。我收集到的东西也太多了吧，我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制作啊，因为都满的。才 34%， 他那个进度的认定蛮奇妙的，不知道他是以什么为准。这边根本就他们的游乐园吧。现在拿到一个叫伊古尼斯的笔记，这个又不知道谁。马戏团团长实力坚强，哎，好像我是还没有看到马戏团团长吗？还是刚刚那一个就是？他因为人魂记忆而吞噬了许多魂魄，现在在妖精当中可以说首屈一指的强大。以前他体型和其他妖精差不多，不知不觉间变得如此高大。然而过强的力量也会令妖精发狂。有段时间他负责妖精乐园之塔，全神贯注的欺凌人魂。现在却独自窝在马戏团帐篷里，磨练着没打算公开的记忆。哈，我以为他会这样逐渐凋零，但他的防卫本能似乎仍然健在，因为他攻击了进入帐篷的小魔女。小魔女，谁？可能是因为他看起来是在玩闹，小魔女大意的要跟他比赛彩球。他华丽的踏到球上，一眨眼就利落的压扁了小魔女。Oh my gosh， 这谁啊？好恐怖哦，这个下场。是不是有在唱歌？哎，人魂全部都在这里耶！一开始遇到的那个鱼勾勾也在耶，应该全部都在这里。所以不是只有刚刚那三位。笑死。所以这个是那个会唱歌的那位的小小的舞台。好像很开心哦。诶，狼的脚印。
们就不断的一直往上爬，然后又溜下去。哦，在最上面可以看到整个场景。喂，看起来大家都很开心呢，但是我要先走了。お兄ちゃんたち、もう行っちゃうの？うん、急がなくちゃ。じゃあ最後にもう一個だけお願い。いい？もしも森の中で妖精に捕まってる僕の仲間たちを見つけたら、さっきみたいにまた助けてあげてほしいんだ。精一杯お礼はするから。私にできることなら力になるわ。ありがとう。こうしてセレッサたちはコルムに別れを告げ、白い狼を探しに出発しました。お姉ちゃん、猫さん、またね。什么？第五章疯狂马戏团。所以第四章就单纯是在帮人魂，就在拯救他们。科尔姆的谢礼，帮助很多很多人魂之后，就去人魂秘密基地找科尔姆吧，说不定能得到谢礼。啊，是我要怎么样去人魂的秘密基地？他可以传送吗？科尔姆有话想说的时候，地图上会显示人魂的记号，小心不要看漏了。什么意思？他会有很重要的话吗？我来看看。下面好像有很多很多的人魂。诶，旁边看起来有提尔纳诺欸，但是奇怪，看起来也没办法解啊。对啊，我根本过不去。好哦。哦，进到第五章，这样就38%了。OK。所以看起来是没有传送这种功能。那像我拯救了很多人魂之后，我还要想办法回来。哦，下面就是马戏团，看起来很有个性。头针，他头上那一根好大哦，独角兽的角。所以人魂他也会有一些任务，就支线的任务。应该是帮助他之后，他才会进到这个名单里面吧。哦，然后他是有任务的，那其他就没有。
じるぞ。何か大きな力を。チェシャが何かを感じ取りました。エレメントコアが近いのよ。きっとこの先のサーカス小屋だわ。お、炸弹。もう。哦，可以下去的意思。那其他地方呢？没东西。那个大的瓶子感觉有怪啊，它晃来晃去。果然。现在我会看的。哦，风大。千霞，啊，我应该要回一个血，反正药水实在是太多了。自分がすることになるなんて。是说他老师好久没出现了，可能这边没有月光吧。阿玛丹大天幕。又有火车哦，这个感觉是可以搭上去的。哎，对，他在等我们。这应该是好的火车吧？等一下哦，感觉会出现什么不太妙的情况，我现在有点紧张。看起来就是正常的马戏团啊。
为什么有飞弹呢？哦，阿玛丹杜布，人魂记忆的专家，所以直接对上团长哦，我以为进来帐篷要探索一下干嘛的，没有，团长直接出来迎接了。妖精が突然襲いかかってきました。セレッサはやっぱり足がすくんでしまいます。这应该是团长吧？邪魔で引っ込んでろ。好胖哦。オロオロするセレッサをチェシャが怒鳴りつけます。私だって戦えるわ。馬鹿にしないで。小柴猫那个鄙视的眼神真很好笑。怖がってちゃダメよ。私は強い魔女になるんだから。什么意思？我要怎么救？
他要怎么样呢？哦，生气了。操作还蛮简单的，但是蛮有乐趣的。これまでの戦いに比べて少しだけですが、セレッソは手応えを感じていました。どう、チェシャ？私だってやればできるでしょ？ね、他又是那个无言的表情。チェシャは冷たくあしらいます。バカにしたようなチェシャの態度にセレッサは不満を募らせるばかりです。イエーイ。所以我现在哦，所以有一个怪就是这个人魂记忆的专家阶级叫做什么琥珀弄臣，这是什么东西？所以就是这个团长啊，看得出他的营养好了一点，比别人好了很多点。OK。 哦，我现在有六个体力了。有有有，石之词哦，果然是土吧？白狼应该在吧？不在，他让我们自己来耶，他就是留下脚印而已。元素核心可以让小柴猫攻击词中的元素核心，然后破坏。小柴猫都会在旁边 murmur， 好可爱哦。所以现在拿到新的力量了。Yes， 破坏了十只元素核心，成功获得了十只力。按下 B 可以让小柴猫变身为石林小柴猫，感觉就是变重哎。哇、哦、哇，这一身好帅哦，闪闪发光哎，亮晶晶的，哇，这个颜色我喜欢。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作用哦，它会从上往下，就之前有看到一些像弹簧的东西吗？好华丽，对啊，可爱耶，这个哦，原来就是可以吸收的。
哦，这边吸收完就可以过来了。然后这个应该就是要让小柴猫践踏。然后小柴猫就下去了。啊，又是那个黑影，就暗中观察。他是有三个眼睛吗？看起来有点恐怖。我先去一下厕所。那现在应该往这儿吧。这感觉应该就是要压扁。哎、欸，这个东西翻过来了，所以这要干嘛？哦？啊？它翻过来有什么用？
感觉就是单纯把它翻过来，哎、欸，好多箱子哦。哎、欸，小柴莫爬不上去。它有一些可以收集的东西啦，就这样，就类似宝箱的概念。哎、欸，有一个石头护盾，然后它能干嘛？我有点忘了，要怎么样打破那个护盾？我有点忘了。就是冲锋他就可以了。哇，他好像有一个冲击波哎、欸。我觉得他力量变蛮强的哎、欸。应该就是之后会遇到更强的怪吧。哎，上面有一只，上面有一只人魂。人魂通讯三，在被遗忘的山丘附近捕捉到的人魂，似乎最后会被带到阿玛丹渡部的马戏团。虽然说是马戏团，但是一点也开心不起来。所以就这样，就有点像是新闻在讲说，哦，现在有很多人被骗去柬埔寨之类的。哦，我懂了，这个跷跷板应该是，错了，错边，要反着。哦，原来是这样用啊。这一只也好胖哦。肥滋滋的、欸、大鼻子，身高不明，体重不明，个性寡言，兴趣不明。关于大鼻子，大家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魂，其余一概不知。哇，所以人魂里面也有比较边缘一点的，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在秘密基地住下，也不晓得他来到这个森林的经过。连大鼻子这个名字也是其他人魂给他取的昵称，不是本名哦。因为他只会发出闷哼呻吟的声音，而且由于透过比手画脚，就是其他反正就是其他人就不太对他不太熟这样子，所以就没有多问。然后目前还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嘴巴完全被拘束刑具堵住了，所以单纯就是他没办法讲话，并不是他真的沉默寡言。哎，那应该要往这边。哎，等一下，
这边是有脚印的，所以应该要先看一下旁边有什么。哦，宝箱埋在地里耶。哦，我又稍微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像大神了，就是某些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啊，原来是这样。那要他这个石头的啊，好像我觉得他的攻击比较慢一点，但是威力好像比较强。哎，下面其实，哎，惨了！哦哦哦，从旁边上。前面有一个宝箱，利用蘑菇来跳跃，果然这个就是像弹簧的东西。哦哦哦哦哦，飞到哪去了？哇，这边好多铁链哦！但是为什么上面那一圈感觉快断了？等一下，哎，白狼在前面。见习魔女的日志六，我和姐姐是双胞胎。哦，就是有一对双胞胎的魔女，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摇晃的地板，然后他姐姐走到另一边。这个写这个日志的就被抬起来了，尴尬。哇，所以这个也是要用弹的。了解，白狼走了，可恶。所以应该是瑟雷莎要先到那边，然后小柴猫在这边。等一下，到哪去了？不是，应该反过来。卡住。
啊，上不去，小柴猫靠你了。现在开始会需要随时的做变换。这个应该就是下去吧。就知道，每次感觉怪怪，就是真的怪怪的。我第一次没躲过，第二次，等一下。这边有一杯热茶。これはもしかして誰かここで私たちのことを見てたの？就刚刚那个黑影，而且还很惬意耶，还泡一杯茶，然后还放着他们的通气画像。什么？天哪！新的怪，诺卡挖洞工兵，应该就是他钻下去的时候要把它震出来吧？践踏石林小柴猫。
前面看起来有那个狼的脚印，那我先下去看看。刚回到刚刚那个地方。哦，宝箱。左边好像有提尔纳诺，很近，就在这。奋战的妖域，一进来就战斗。新的，哦不是，在限制时间内打倒敌人。好，我尽量。时间到了，我没发现。哦，太专心了，哪边有计时啊？我完全没发现呢。哦，左上角，靠，40秒，强人所难啊。感觉左右手越来越忙碌了，最后时刻达成没有错。为什么这个地摇来摇去的、啊？好奇怪哦！之前有这样吗？还是因为小柴猫太胖？
对啊，小宅猫出来好像就走，就摇来摇去。哎，等一下哦，要按着，但是为什么我一直失败？等下我换个角度。好像是因为小柴猫变石林小柴猫，特别重。出来啦！嗯，附近好像有一个人魂欸，不知道在哪。在前面吧。接近了，接近了，应该在这。哦，在前面，找到你了。这个好瘦哦，不是他头好长哦，为什么？他叫什么？酸酸酷是什么？个性坚韧不拔，看来也是有各式各样的人魂呢。哎，布鲁朱安安，哎，宝箱。感觉小柴猫应该会有新的技能吧，因为现在都拿到新的元素了。这个石林小柴猫真的很帅气耶。诶，现在是回来了吗？这啥？过去啊！诶，回来了诶，所以我可以往回走。诶，我现在要去哪？应该是要再找下一个元素核心吧，但是我现在出不去。怎么会这样？
我想要先回到魔女藏身处吗？我现在是在上层。啊，这边又是往哪？哦，这边有一个宝箱。但虽然说现在找到两个元素核心了，那其实我的地图也就绕了一圈了啊。来了，人魂越来越多了。有一个真的很爱唱歌哎。好开心哦。拿到月之珍珠，欸，他给的谢礼不错欸。这边有魔女藏身处，但我现在缺炼狱果实。哦，等一下，技能突然变得超级多。哦哦，这样我要先点什么？天哪，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后面的好像都需要那个什么炼狱果实啊，这个锁起来是什么意思？顽强的肉体，这可以耶。这啥？等等。转移重疾要800，然后其他都是要炼狱果实，这个可以耶。奇袭，用反击把敌人攻击弹开之后，按下 ZR。哦，这个好吃哦，应该是都可以学吧。我现在还有800，哦，不太够哦。350加550，这样就900了。那先先这样。然后瑟雷莎它只有700多。剩165，应该没有什么好学。哇，这个要两个月之珍珠欸。多重束缚，上面都锁起来。小柴猫反射，哦，欸，这个好欸，靠，我刚没有学这个，我差一点点啦。推动 R 伸长小柴猫就可以反击，看起来不错欸，这个好划算哦，很超值欸，200就可以学。
其他都要那个珍珠，好吧？ちょっと休もうか。所以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是要往回走咯，还是应该是哦。嗯，上面那个要怎么上去？哦，这边应该是会有提尔纳诺。失败，可恶。边弹上去，不知道会去哪。哦，上面，这样就可以到新的地方了。等于说，他也是用技能来锁区。就拿到新的技能才能前往，就是才有办法前往下一个地方。哦，炼狱果实，非常需要。哎，瑟雷莎躲过了。やるじゃない。啊，还有小花，好可爱哦！这样感觉小柴猫是不是就可以升级？这也没那么急啦，因为这游戏其实没有到很难，应该说它可以自己调难度，所以也还好。嗯嗯，推动两次，两个记号重叠，请快速推动 L 两次。哇，新的哎，现在要考验我的手速的意思。就 double， 然后再加上要长按，我该说还好我有学过钢琴吗？哎、欸，这边有一个提尔纳诺，然后旁边又可以上去，先上去看看好了，感觉是宝箱之类啊。这个我现在是不是还不能用啊？
好像不行哦，所以这个又是另一个下，应该是下一个元素的所趋。这个提尔纳诺解完，感觉应该就先回到那个吧，魔女藏身处。致命的妖域。这个陷阱未免也太多了，这什么？在无伤的状态下打倒敌人？这太为难我了吧？那我要很专心的闪避耶。你靠，他给我跑到哪里去？等一下哦。稍等一下，等一下，可以，过了，好险！准备收工。石林小柴猫好像动作比较慢。哎，这句话我刚是不是有讲过？就是他攻击的节奏啦，攻击的那个节奏比那个木林的慢很多。但是他威力比较强。就还是有点区别的。好，先原路返回，应该可以返回吧。我走对还走错？这边吗？来升个级。刚刚看到那个，这个。然后刚有拿到一个炼狱果实，不知道要帮小柴猫升级什么。恶魔的进食咬杀我算是比较会用，
稍微增加小柴猫攻击敌人所 造成的伤害，这个好像也很实用耶。先回复魔力吧，但我觉得小柴猫也很少说用到眉魔哦，好犹豫哦。先攻击力好了啦，赶快打死就没有眉魔的问题了。好，那今天就进行到这边啦，大家晚安喽。明天应该会玩歧路吧，然后礼拜五休息，礼拜六要上班。QQ， 达成率40%。应该说没有我想象中进度那么快，就好像还行吧，可能还是可以玩一阵子。晚安，晚安，おやすみ。